刚收到消息，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。今晚上的鱼有点大。儿子，他现在就是认定他儿子的事跟你有关系。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，我和他鱼死网破。阿旭，枪没了。我现在在暗处，咱们就在这玩明的。你知道蟒蛇的蟒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。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是不开讲。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，好不好？在京海，高家看上的东西，早晚都得是高家的。京海的风浪很大，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。省里指导组找过我了，希望我去查高启强。我不能让他活着落在指导组的手里。这京海的事儿，他想整得多大？能多大就多大呗。你收手吧。安心有钱没归办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有人实名举报你，你现在先撤回来，配合一下调查。再敢惹点事，别得给你找出这个麻烦来。你他妈出卖我！明着，你就被人陷害。徐组长，您有问题也可以查。我不怕查。